清洁们的好伙伴，可以说是无微不至，每天最需要我们的清洁队都提供最好的服务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。从今年开始，我们的临时人员的清洁奖金就从3000块增加到4000块，那我们当然就是要好好照顾大家，这个是市长的责任。看到上面一百级，哇，现在一百级，现在叫够我都行啊。所以我请六水华给五年无口罩的时间，我拿公民的袖子。那就让他做几天，中毕业保温，市长做得到，那一定会努力来做，提供足够的装备，好给我们的兄弟姐妹、兄弟姐妹在做工作的时阵哈，咱的家己的保护一定要做好些。感谢大家，也祝福所有的兄弟姐妹，大家新年快乐，工作愉快。大家好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这支影片吗？我们会继续带来更多高雄市政活动。欢迎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等你哦。